普通人嚟噶，买餸要新鮮过人，买棵菜都小心过人，就连掂到食物嘅厨子都要好高标准。我怀疑妈咪有特殊身份，佢一时好似阿超特工咁，所有同食有关嘅嘢都拣符合 FDA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嘅。一时就好似太空人追求 HACCP 呢种美国太空总署都用嘅食品安全标准。佢话唯有先见万用纸，一齐 FDA 同 HACCP。总之有两个食品安全监控，先至真正安心保证。所有识得拣先见万用纸嘅妈咪都唔系普通人，咁你妈咪呢？